这边有两三个问题，我先回答。他说他的儿子开牛仔裤工厂，半年来生意不好，想要改行卖炸鸡，这真艰苦啊！他老母真烦恼啊，希望打消这个念头，希望他卖做恶业吧。佛教讲因缘吧，他有他的因缘，可能你是这个囡仔。你希望伊娶一个你爱的查某囡仔，结果伊要娶迄个你无爱，所以咱做老母的人真正爱有空性，随缘。但是随缘嘛，不是消极，安尼积极积极，祈求三宝的加持，安尼啊。啊，最近你爱用这个囡仔的名，伊都是福报无够。啊，同时你爱给放鬼啊，放鬼啊，给伊个鬼啊，就消除这个恶缘。爱就可能会去做别行，啊，当然帮伊点灯、念经、佛菩萨加持。那有迄个好的果报，去拜到其他的朋友，甲伊讲另外做头路较好赚的方式，安尼啦。所以佛教叫做因缘不可思议。啊，当然，啊，你要好这个因缘较好，基本你卖烦恼。啊，你若愈烦恼啊，代志就愈歹，各位记得哦。啊，你愈要有对方好，你自己要越平静，约束自己啊，然后你才有那个心灵的力量去帮助他，就像这个镜子在乱照顾啊，你越平静啊，越清楚，这个光才会越强，这样啦。不然你如果自己没有平静乱去啊，火就花去啊，你花去也没办法给他光明。所以那但是你的孩子的事嘛，互你体悟这个世间的无常。那是汉人一人咧卖鸡、抬鸡，那你嘛爱该关心啊。所以这个时阵，你就愈关心咧抬鸡的人、卖鸡排的人、诈钱输机的人。你用这种诶，因为恁囝的苦，生去平等的大悲心，这就是大乘佛法。那如果你希望伊真正卖炸鸡，啊，你愈讲大心，愈影响力，伊愈可能改变。啊，你愈操烦，哎，颠倒会去做，互你足艰苦，安尼啦，足艰苦。所以，咱的艰苦嘛是咱的因果啊。如果你的囝即马去卖炸鸡，迄嘛是过去世你叫伊去做的代志，安尼啦。所以，即马这个业要来找你啊。就跟他讲，你的囝去娶一个真歹的新妇。其实这个新妇不是要来嫁你囝，是要来给报怨仇的啦，靠给你的囝的利益啦。啊，所以你来了解这个道理，你要赶紧忏悔啊，搁做功德发愿，啊，那个恶缘就变善缘。但是如果你不懂得这个道理，你一直怪那个媳妇，啊，你怪你儿子，那你让他更恶缘更来，包括他生的小孩都会来找你报仇，这样啦。好，你听命命，好，你了做这钱，安尼啊。所以我想各位，一切法唯心做，
就是咱咧朝环，我们要赶快念佛、忏悔、诵经，包括我们刚刚去啊放生、做烟供，心里快不快乐？啊，很快乐，很快乐。煞袂记遐忙阿波，啊，刚刚迄个所在那遐好耍，阿伯有咩定定来？啊，因为你去做神书，你就一道光，这个光明就把这个忙阿波给净化了，一代亡魂啊，真正有嘛得了超度。啊，老实讲，因去用恶去，拢无经过因同意安尼啦，啊，伊嘛唔甘愿啦，啊，所以假设因也无超度，更加万分啦，这是属实啦。啊，但是咱的爱心、慈悲心、咱的平静心，就发到感怀，所以这个叫做超度，诸智慧甲慈悲才是超度。那你有法度超度众生，你嘛有法度超度你的囝，超度唔是讲伊死去，就是改变伊的歹变好，安尼啊。那为了这個，咱来以八关斋戒做基础，所以我今麦咧讲，假设你坐咧遐，那是你咧烦恼，啊，你还想讲啊，万法平定啦，我袂使执着，啊，但是就是为了要以后我更加袂使执着，安尼安尼才会有效果。也说，要行菩萨道，你要愈空性，愈袂烦恼，迄代志才会办得起来。啊，如果你无了解这個道理，你要改弯，你要迈啊，结果呢？你就输于提早去做，安尼啦。又讲，我特别来做，要做成功，互你看，安尼。哇，愈卖愈大，生意就好啊。啊，你唔是愈够烦恼。啊，所以各位呢，那就这件代志隐瞒，那么咱改变家己，因为你有法度改变家己，你才有法度改变人家。才记得是各位，你能够改变自己，你才可以改变别人。你改变不了你自己，你硬要对方改变，这个叫强烈的自我，诸法无我，跟人讲啊，咱都无法度主宰，咱唯一有法度主宰是咱的心涅槃寂静，你才有法度影响外在一切。所以念这边，心清净，众生的清净，心清净，世界的清净，包括你要往生，你嘛要清净，念阿弥陀佛，啊，你就感召了清净的极乐世界，安尼。所以这不是讲往生，任何的时阵，愈真大逆境来了，境界来了，你一定要赶紧一心念佛，持戒念佛啊，多做善事。你要做什么？拜佛、忏悔、奉行，用这种正面的力量，安尼就好啊。你免烦恼，你愈烦恼，这病愈痛哦。医生讲你可能得了癌症哦，第二期的哦，安尼好。我今麦开始修七天八关斋，我来忏悔，我来奉行做烟供，安尼啦。结果你个个医生检查，医生讲安奈无去检查唔对哦，啊，因为你真病症啊就改变啦，啊，你可能本来咧食吧，哦啊，所以有这个病，啊，你可能过去就爱生气，啊，脾气较歹，所以高血压，啊，安怎安怎，一定有一个原因呢，啊，所以这个原因你家己知影，不然同时你是什么个性、什么心态，那是心内底对什么代志不满，你要将迄个放下。跟他给人修八关斋，未使有世俗的念头，对不对？爱念佛、念法、念经，啊，足清净诶。所以当然啦，我们带法会也是希望各位快乐、清净、慈悲。那呢，一天来的啊，就发到消灾，就发到拔度啊，超度。各位要了解这个重点啊！啊，你的身心的破病，你足烦恼啊，安尼足超烦。先生是去给你气死的，你国家要好是被他炸死就对了。啊，那你也知讲，既然是安尼，我最近唔能该冤家，啊，讲好听的话好伊听，卖好烦恼，歹听的代志卖个讲，你惊你把靠安怎卖个讲，讲好的拢卖讲歹安尼啊。啊，伊的病就最近好起来，哦，原来一切法为心者，人有法度影响别人，影响世界。所以那为了这代志呢啊受烦恼，所以佛陀叫咱一定要定定，搁念一遍来，思维空性，一切无执着，充满爱心，安尼就好啊。卖执着，爱心安尼就好啊。所以你的囝需要你个爱，唔是该还啊。再念一次，不要担心，只有悲心，今嘛卖烦恼啊，啊今嘛对伊个归有慈悲，去个放心念。你最近念佛做代志，爱记回向个所有去用家己个鬼啊安尼啦，对你个囡仔嘛有慈悲心啊，希望伊更加好，但是卖烦恼，
也让你感动、啊、因为佛法不可思议，所以你的心若越平静，佛的力量就越大、啊、你的心若越烦恼，佛的力量就没得透过你给他，这样所以呢，有时经讲，咱咧念有时就爱有平等心，无轻慧心啊。啊，你阵咧念有时就就足力咧。你阵咧加持一袋药啊，最好一啉，然后都改变，应该安尼讲啊。再来，他的太太忧郁症、失智初期，把儿子当坏人，有被害的妄想症，不吃不喝会喊救命，让家人很难照顾，要怎么办？这个时候真的要有耐心，我老实讲啦，你刚才就烦了，其实完清这组，今嘛底下你也不会辛苦，你给你差安尼啦。啊，大部分的你只要感受到艰苦，你也不会今嘛咧休安尼咧，好你讲，迄拢是完全咧给你透，就也辛苦咧给你透安尼哩呀。所以迄阵咱家己爱忏悔，啊，忏悔家己发愿，啊，做真济善事，互人心平静诶，互人肉体无艰苦诶。啊！你莫个参落烦哦，你参落烦是代志，敢来敢，逐工暗时个你吵到天光，安尼啊，所以呢，安尼去对待对方，所以迄阵你就渐渐阿弥陀佛，爱定来去布施水，就敢如我讲诶，布施一块饼变烟，布施一粒水变甘露，啊，拢来回向哦，你的太太该辛苦诶，完清这主啊，完清这主啊，所以不然的话。哎，他们会借这个机会要你要不到要他，就跟他各位你辛苦堕胎胎儿你不超度，他会让你儿子一直发烧啊，晚上就哭啊，白天没事晚上哭，因为你的堕胎胎儿影响你不理他，你现在这么爱他啊，那这个被你堕胎前面的小孩子就他很苦啊，他只能透过他的苦希望你注意到嘛，所以我想各位病人本身现在没办法忏悔啦。所以，但是你要很认真。你来在边啊念地藏经，念啊就认真。他有时候会，你要试试看，伊爱念观世音菩萨，还是爱听地藏经啊，还是伊爱安怎？那时间他会静下来。你要试试看，但是家里的人要这段时间假受心做善事，因为每个人都在苦，这个是个共业啊。啊，所以你的太太辛苦，也有冤亲债主。啊你也在跪了吧，啊现在就没得跪啊，我替跪啊，我替给你忏悔啊，啊我现在要替你做神书，希望你快乐，因为你的他冤亲债主快乐了，快乐就超度了，不是说给挂鬼，你快乐就好，这样啦，他就没干扰你啊，不然现在这个叫业道论对，就是地藏经讲的就阿弥翁心就开始那个吵，这样啊，好一些什么病都有啊啊，变成不是一啊，所以这种情况来法会功德，我向此忧郁症太太身心安定，三宝加持，嗡啊吽啊，所以各位呢，其实你了解您太太，伊精神较好一阵，可能无怕变咧修行啊，个性有开始有一点不是很安定啊烦恼啊，爱生气啊。啊，所以老啊，伊就无法度啊，所以咱想不管在个保持清净心，搁进一步慈悲心，啊，咱就法度对的啊，所以这段时间你要多这样子做，多这样子做啊，你替你的太太厝的人影响伊修七天的不管在牛母帝、梁武帝为了超度他堕落大蟒蛇的太太，整个皇宫受七日七夜不管在戒，对不对？哦，忏悔拜梁皇宝忏，广做善事，连畜生道都超度了。这个佛教是一个方法啊，只要他苦，不管他是死后的苦还是死前的苦，那基本上就是受八关斋戒，那再来就是广修功德了，就是如此啊。再来，哎，回向往生者谢秉行。癌末者潘如意，临终无障碍，求生净土。来，嗡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消除业障，晚清借助，董兄发挥功德，消冤解结，董兴警拓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像咱大家有咧信用，我安尼念你袂感觉我怪怪。我当时咧火车人提醒我，都要念几工，隔壁即个人怪怪。你唔知我有信用哦，安尼念念的伊就变啊咯，安尼啦。我当时念完变啊，宝贝一小巴子咧，小巴子，即马快乐，呜呜，阿袂去净土，搁念搁念，念念的，啊，即马有去净土，呜啊呜啊。你得爱给讲法啦，像我老靠时间提供，谢平衡居士，我来给讲啊。啊，旁边冤亲债主，啊，即马呢，我给你讲心经空性的道理。世间就是安尼，跟你讲西方极乐世界快乐啊！阿边阿去真简单，你只要对我念佛，啊，你有相信啊！啊，因为你即马亡魂中阴身看会到呢，所以我即马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看会到啊呢？啊，你看会到莲花呢？啊，你就爱往伊搭去，啊，你来去极乐世界，爱是句话。老人，你来去极乐世界，你的子孙都足快乐，足趁钱哦！安尼，啊，你来去做鬼吼，啊，恁大家拢歹命。所以你一定要去极乐世界，啊，要去极乐世界，爱发慈悲心，啊，众生拢是父母，你嘛想你的祖先，啊，伊就发到上品往生安尼啊。啊，咱嘛爱对就好诶，啊，我出家啊，我出家功德嘛回向给你，哦，会避开条，啊，所以讲你讲，我持五戒功德，我食菜功德，我有受去八关斋戒功德，拢要给你。事实上，各位学佛不是硬邦邦光念经，念经也是一个很好的助缘。但是在我们的念经之前，要跟他说说法，你要动作一起准在，包括各位的超度，你要完成这组，人家在讲你辛苦者事业要完成这组，你有感情在主，你有堕胎胎儿啊，我唔知影讲因很艰苦啊，那我要跟堕胎胎儿忏悔，母啊，甲你忏悔，啊，迄阵的少年唔捌代志，啊，就身体歹流产，还是啊，都啊无多，我即马好好甲你忏悔。啊，我即马做功德给你，我替你点灯啊，买衫、买牛奶啊、买玩具啊，我替你去做善事哈。老母足疼你，足疼你，但是过去对不起你，唔知。啊，即马呢，你一定爱快乐，老母同关心你的快乐，啊，别人落去快乐，啊，就是老母咧念地藏经吼，啊，你爱来听哦，对不对？听地藏经，你就袂阁艰苦。啊，所以老母要带你去阿弥陀佛咧世界哦，迄个所在足水，你爱形容，你爱形容我听，你袂讲，我甲你写一张单吼，你去宜兰三星道场，你袂甲赶去哦，你讲互伊听。因为到极乐世界，哎呀，不得了！还是你要去不懂或者描绘镜头，哎呦，神了就水哦！啊，你得慢慢啊念阿弥陀经，迄、那个境界该念可以。你安尼个讲讲讲讲，你个个宝贝，我已经快乐啊！啊，还是你今下要食糖啊，要食饼，我今嘛提来给你哪讲的物件提出来，提出来，牛奶个灌出来，拢提出来。干那你恁某咧在生气，酸椒提出来，佮气袂落去啊啦！啊！伊爱什么，你就提什么可以。啊，然后就给伊供佛。你嘛，各位，你各位要念变食酒，你各位念甘露水，哇！你个观想化作真好食啊！那这个就是一种说法。那你有法度超度，你也完成这组。你有法度得到证明，因为你超度以后，你讲头壳疼煞好去，迄、那个腰疼煞好去，因为大部分的疼80%拢是完成这组护卫下互你疼安尼啦。啊，完成这个超度，你马上你就感应，你免看到。啊，你有法度超度你自己的冤亲债主，你就会有能力超度别人的冤亲债主。所以对你来讲，各位你未使讲你无能力，大乘佛法一句阿弥陀佛，念一部心经，念一个往生咒，各位要念地藏经，佛力不可思议啦！这跟出家在家无关的呀。啊，各位你阁有修五戒、八关斋戒。你不可能不超度他，安尼啊！所以，咱今日无去超度了，家己的父母祖先是家己方法唔对，安尼啦，信心无够啊！你若有一个惭愧心，有信心，然后对三宝的力量有加持，反所以我听来讲，来来来，我帮你念，那么刚刚啦啰嗦啰嗦，师父就这样好了，你也可以念啊！啊，因为我很平静，因为我很平静，而且我积了一些福报，我。很想修悲心，对不对？我跟这些囡仔讲啊，我们一起学佛啊、我们一起努力啊、我没有说要他离开，但是他会被感动啊。所以，然后我已经做了很久，我都发觉
啊，这样没问题。就是说我希望他更快乐，所以每天广修功德。不然今天没放心，无论如何嘛，更未来，对不对？去菜市啊，救偌济，剩偌济啊！啊，员工给做规定啊，包括各位出去再发个饼干，再发个饼干，安尼啦，大家嘛，够多了一个功德，对不对？特别这个地区做员工很好，天天天气也好，那众生欢喜。特别这些往生的动物，当然。对你自己而言，各位你过去然后杀生有吃吧，你走一走，你加一个忏悔心，安尼，伊就得到你的感动啊，然后咱个替伊都要放心的走，那是个回向的北部做生啊。再来，传统离婚持主会报告，夫家祖先从不属于夫家，彼此不再相找，但若出于悲心离婚。后继续超拔前夫家的祖先，是否用夫的名字为超拔为家？你喜欢你看好照，你的两边拢摆了好啊！啊，因为虽然你离婚了，你对祖先还是感恩，因为你安这边的祖先，你还是感恩，哪怕你在他家三年，对不对？你还是感恩。你曾经嘛叫你婆婆这些老母，其实一世人拢你的老母啊啦，你一定要这样认为哦。啊，所以那你修了功德，就算你离婚了，还是要多回向你公公婆婆乃至你先生的祖先啊。因为咱家里佛教啊，多无所谓啊，反正你做功德一颗，你可以回向一万个人、一亿个人都不差。而且你愈回向，那功德愈大。所以我想不要计较，你哪要计较？安尼我就免给你拜啊，这边的祖先你给你万分喜啊，不要有那个计较的心态。所以又离婚者是否会累世皆有离婚的基因，但又一谈离婚是不是债已经还清，哇你妈说话好赞哦。离婚如果是因为你自己的业，或是你造的因，或是你主动提出的，那你就造了离婚的业，那是你造的啊。如果是列先生有外遇，他要求你离婚，那你没办法的，宵夜嘛。这是看你的动机啦。啊，但是如果你，就算你先生有外遇，然后要求你离婚，那你能够随缘，那你这个业就消了。忍辱才可以消业障。啊，结果你还为了这个事情抱怨，那你将来这个因还在，火上加火。嗯，所以我认为，这个世间上的婚姻呢，本来就是一种忍耐，互相忍耐，互相包容。那不是为了孩子，大家也离婚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，那你既然如此，你要想好呢。啊，你今天你老公有外遇，外遇是一时的，孩子的关系是永远的。结果你一时气愤，我管你那么多，你有外遇，我要跟你离婚，小孩子很可怜。所以古早的人老爸老母那么忍，特别特太太的，所以家庭裂嘛个底耶，是不是啊？那你忍不住，那强迫要跟你先生离婚，你先生也很无奈，因为他真的犯错了嘛。结果，那你就造了破坏家庭的这个恶业。所以《三世因果经》才会说离婚堕落三恶道。你看好北部偌艰苦，我囡仔偌艰苦，安尼啊。所以我认为，我们有这种先生这个有外遇或是各种理由，那是我们的业。那来忏悔，忏悔那鬼气，我这里业吧。至于你先生还是要跟你离婚，随缘啊，至少我没有这个业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是你学佛了，你硬要主动的要求对方离婚，那是你造了这个不好的业。那感情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不稳定的。关心无常，但这心的一体都有境界应用。所以我们很多出家人都有些都还俗，来找我们出家人还俗都结婚了哪里。事实上那个不是女人外遇嘛，因为他你去找正常男人不要，你找出家人。所以但是这没办法，这个很，因为他控制不了，有那个 gap。而且我老实说，来你们这边法会功德回向身上情债债主，老实跟你讲了，您身心有外遇，是因为你辛苦的情债债主，伊要让你艰苦。
那所以你要向这个情债债主忏悔啊，乃至你要慢慢了解八关斋戒，哎呀，这个感苦，你要超度情债债主，你要能够让他感动呢。啊，你自己要发愿不邪淫呐，啊，发愿自己不要有怪欲啊，不追求感情啊。但是现在很难呐、啊，现在这个社会啊，恶性循环，所以有很多感情有外遇的，两性同性的问题就越来越复杂。啊，因为越累积越不好的因，所以这点嘛，如果你有感情上的痛苦，你要忏悔自己的过去的感情的恶业，你要向情债债主忏悔，你要原谅当事者啊，因为这是咱消业忍辱慈悲的机会啊。如果你是佛教徒，应该如此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把这一章也稍微看一下，第二章。慈悲基金会成立，那这边从下面，因为那海护的人除了改变自己命运消业障，最主要我们要对整个社会给予真实的关怀。当然我们也不能把佛教一直停在每天拜忏啊、敲钵啊、奉行啊，这本来就应该做，但是我们要对六道众生平等的关怀。当然六道众生里面最殊胜的是人道，人才有法祝福了。要怎样让更多人有法接近佛法，这是我们行菩萨道很重要。那最重要是当你在艰苦的时候，比如说各位你去助念，然后家属会被你感动，你要借那个机会怎么跟他说佛法，善巧方便，微笑亲切啊，简单易懂，一针见血，你要抓住哦，心里是人走出来的啊，你不要做行李讲，要讲佛法嘛，就奇怪了啊！你要看人讲什么话，才要训练，才要有冷静的心态，要打坐，要有对众生的爱心跟了解。生命是这样累积来的，你也不能说啊，我这些人拢不要恭维啊，有的人讲讲讲，人这个人车祸死了，足艰苦啊！你去因家讲，你搁看，这做恶业死的啦。啊，阿们在拍戏，你也可以用拍出去。啊，那是戏的说啊，咱就去做念。啊，你头头啊问，给你介绍，哎，是安怎往生？会使问的。啊，结果因家属底下在哭，哎，是安怎死的啊？因母啊，就跟你讲一遍，弄死的啦，癌症死的啦，自杀死的啦。你这人规矩卖去念，你请阿长。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让对方更痛苦而已嘛。对不对？你干嘛去揭人疮疤啊？所以我想各位，你要善巧方便，了解细细的问哪一个，别问买问丢人，对不对？你问丢人，你要怎么回答？所以我认为各位一定要很敏感。所以为什么要修禅定空性？你开始查查，了解吗？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讲什么话，做什么事情啊？那像我以前去助念，有些人带着麦克风，哇哇哇，说的棒棒，给别人念啊！你干嘛念那么大声？干嘛？给别人不翁心，是这边的翁心啊！哎，我爱念大声，大声大家都听有啊！就像我们做烟供，我们很多居士师父昨天嘛做烟供，好看所在，人咧什么所在，你个放屁啊！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善巧方便。这个没善巧方便的是恶紧，就像强迫症、忧郁症，在不一样的、不应该讲的话去讲话，这嘛没晒。所以我希望各位要训练自己。那训练你要去参与老人边的关怀。老实讲啦，你去关怀一个老人，从生病到正念往生啊，你会很有信心。好拜，我老翁心，哎，没问题，我买家己要家己念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要去参与。你别再说哦，这我不敢去，那我不敢去，那我不爱去。我认为痛苦在每个地方都有。咱跟咱这个中华，一定有很多独居老人，在医院一定有很多生病的人，在家庭一定有夫妻在吵架，子女沟通的问题，忧郁症的问题。那这些我们要透过不一样的工作来接触他们，也来让自己能够开智慧，累积成佛的资粮。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而成立。那成立就是希望大家加入，这个不是出钱啊，出钱有出钱的功德，
这个更重要是出你的慈悲心来参与校园讲座、监狱讲座、家庭关怀、老人关怀，各种各种工作，只要是慈悲的我们都应该做啊。那特别各位在彰化地方上，你比较了解这个地方需要什么，这里面有外籍新娘的问题呀、啊，啊，那怎么样相处啊？老人啊，无聊啦，那公园行棋啦，那庙会开讲啊，结婚啦、啊，啊那边呢可以给关怀接触他们，啊啊你要很善巧方便，里边呢回应，真看到这人的欢喜，你讲话伊愿意听，那这个你不能在家里光观想，你要有实际经验，头一遍去用拒绝。第二遍，哎，要跟你讲两句话。第三遍，各位听你讲。那你要一直累积这个度众生的经验。但是你要热心。老实说，度众生有压力耶。给你，哎，这个麦克风要搞你，你讲二十分，哦，你会惊。啊，有的人是输二十分没搞，然后讲废话。啊，因为他不知道别人要听什么，讲什么，那这样也不行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参与。因为慈悲是开悟同同进的方式，你若慈悲心要帮助众生，虽然咱的能力有限、福报有限，但是佛力会加持我们。从我家己就了解啊，因为、哎、师父你去讲话，我给你一个题目或者说摸一头来修，那讲什么？但是如果我愿意来奉献，我一上来佛菩萨加持，他就一直加持你，让你自然去讲一些、做一些别人欢喜的事情。啊，可以入对方的心之心，所以其实是心若平静，保持慈悲，一切都显现。跟他行，行免家己都要到电脑，行，他自然就会显现影像给你看。所以你只要保持心无所求，充满悲心，那你就可以显现众生的心态，伊就显现给你看，显现答案给你看，你就免来去做，因为看就清楚，免来去做。然后问你讲，敢未使结婚？你想跟他变哦，安尼啊？你们光想那边直觉啊，那往往这个就是佛力加持，你会有直觉，从你的经验你慢慢会知道。所以老师说我现在是这样，现在讲了，嗯，这个有堕胎，哦，这个有感情债主，我看这里面的人跟我杀业债主，想到你的肝心里面就有杀的眼神在啊，慢慢你会判断。因为你比较平静，你就会判断。就像你那看命的人，他会看命，他看你的眼神，看你的眉毛，他有根据的。那我们佛法是看心，由心去感受到对方的相。那当然，你如何保持空性、悲心，那你自然，就算你不会，佛菩萨、观世菩萨的加持力，观世菩萨给你思想，给你一个念头，嗯，这个可能安怎？就像那天有一个妈妈跟她说，哎呀叔，我晚上小孩都歪睡了，很艰苦，到底是怎样，医生都看不好。她突然跟我讲的时候，我就升起一个念头，你有没有堕胎啊？所以她说有，哦，原来如此，在小孩身上。那你问我为什么？佛菩萨加持啊，什么啊？因为我有悲心啊，我真想要关心她，对不对？就算问错也无所谓啊，再来找理由。但往往很直觉，在没有念头的、没有杂念、纯粹利他，你往往看得很准。那你慢慢你就会知道，哦，这个佛菩萨的加持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你会有个判断啊。所以我想，这点外艺术是希望大家多去参与，你去关心别人的夫妻生活，你去关心别人的儿女教育，你去关心这些独居老人、老人病苦问题、老人心理辅导，你就是在开发智慧了啊！所以你付出越多，你得到越多。你讲，我给你布施一万块，我赚偌济？你别在那想，当你在布施一万块的时候，护法神的搬咋办？你办法来等你啊，是不是呢？因为护法神希望帮助这些，他可以有更高的功德，所以叫持戒得人天护持。我只出给狼，我不要攀缘，我好好的持戒，慈悲是戒，那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很顺啊，你不需要去攀缘啊，这个不是神通啊，这是佛菩萨护法神在创造好姻缘给你啊。就像我这一次去尼泊尔，我回来以后说，哎呀，我要盖一个尼泊尔满愿塔，哇，我来这给人拜，来这呢
放很多佛像舍利子，很有加持。那台中有一位菩萨慈悲啊，帮他很宝贵的佛像，他说师父这你不要拿去买，你会用骗去，这很贵的啊，送给我。我还跟他讲说啊，我终于懂了，原来我想要盖一个满愿塔，泥佛菩萨就叫你来把这个古佛像有加持的放在这边，嗯，这个好，我都没还路这样。所以别人就跟我讲，师父有地，有地我麻烦了，你给我地。那我现在知道了，有地设立塔，有佛像，那这下该挂了。这个不是神通，这个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发心啊。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，那人在做天在看，我们在做诸佛菩萨都在随喜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你只要拨起呼心，但是你不要排斥说啊，这事情我不要走，我不要去走，就是不会你才要去参与，这辈子不会下辈子就会啊，那样啊。你刚刚看我们湛江师喜欢看佛经说法，你看随意的喝，你下辈子也很会看啊，那样不用下辈子，搞不好十年以后你开窍了。喜欢看佛经，看了以后就会讲，我就是这样，我看佛经我自然就会看，而且我看一次就懂，而且我就可以马上讲，嗯，所以这我师父给我说的，这是你过去是种的，嗯，但是那问题是我师父给我说不能一直讲这个内容，你要从自信流露，从心去看对方的心，讲对方需要的。那佛经是你的资料，平常多看佛书佛经，那有这个佛菩萨的经验，自信流露，你不要在大众演讲，像这个叫大众演讲，公修亲大家都在看手表啊，那你要看情况。但是如果少数的真的几个学佛在深入经藏了，我们可以研究也比较深入一点吧。但是各位，这个你如果不去监狱演讲，你不去学校去参与，那你不了解学生、受刑者、癌症患者、贫穷者、有钱人到底他们在想什么。所以我取叫慈悲基金会，是说希望大家用主心没有众生快乐，比心没帮助众生离苦，大家汇合起来，这个叫基金啊，基金是功德啦，有这个悲心，有悲心的人在一起关心整个地方、社会、国家、世界、法界，那所以有很多很多工作在做。因为咱修菩萨戒，修菩萨戒的人呢，愿修一切善，无一善不修，那弄来去走啊。我们要以基本的愿断一切恶，无一恶不断，再去愿修一切善。不但愿修一切善，要把这个善法普及一切，四度一切众生，无一众生不度。那要把这个佛法用在实际的，以现代的社会来传播现代的佛法，但是我们不违背，完全不反对传统，拜梁王宝忏好殊胜啊，三昧水忏好殊胜啊，念佛好殊胜啊，但是下回林书没了解这样，咱来去接触这意思。所以来，我们念一下：海涛慈悲基金会成立，让慈悲变成你的生命。海涛慈悲基金会于今年2019年元旦起正式运作，秉持佛陀弘化社会、利益众生的慈悲心，师长海涛法师希望将佛陀的慈悲精神散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，以佛陀的智慧、慈悲帮助弱势，关怀社会。基金会的服务对象包含妇幼、年长者、身心障碍者、急难救助及病苦者的医疗协助、心灵关怀等，涵盖各项社会问题。更重要的是，海涛慈悲基金会将以佛陀的大悲心去照护有情，以佛教的智慧去面对问题，找到生命方向。同时，我们将致力于社会心灵净化工作，如监狱关怀、举办校园讲座及各式社会问题的讲座研讨会，如夫妻相处、外籍配偶、职场讲座、父母孝顺讲座等，并增设慈悲青年协会，举办青年营、儿童营，让下一代及年轻族群认识佛陀的智慧，
进而投入于慈悲置业的社会关怀工作。基金会的各项服务正蓄势待发，我们需要更多人才的加入、参与、推广、执行，追随佛陀的精神，以慈悲心面对社会，服务众生，让慈悲的阳光融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，暖化每一个众生的心。竭诚欢迎您加入慈悲的行列，力行菩萨道。好，那湛江师没有一个字念错。哎，这爱修啊，不你念看看，我麦克风就你啊，你会念错好几个字，你会因为你没有练习过啊，所以各位看经典，你要把它自己念，然后大声、小声、逗点、句点，你都要学会啊！而且念一遍要成为你的思想，你会想去实践。如果你光会念，那是一种读的功德；但是你会去做，那是一种修的功德啊！所以除了有这个正见那边呢可以走，当然我们也可以不用做这种事啊。但是不做不慈悲，不慈悲就不是符合菩提心啊。那这样呢，你就不容易成佛，而且没办法去接触受苦的众生。所以接下来希望大家都参与，特别啊，我们请湛江法师要做慈悲青年会，毁定会长好。但是各位要把你的年轻人都来报名了、啊，报名。那当然。会长比较严肃，要找一个副会长比较不严肃的啊，漂漂亮亮、英英俊俊的，会唱歌的，对不对？这要一黑一白才可以啦。下面逮鸡要有各种方法啊，副会长要多一个啊，那下面有钱的专门请吃饭的，所以那你要去规划，要去规划。那由青年来关心儿童，对不对？要一代一代，一代一代。那佛教也不会失去传承，而且引导青年来关心老人，让他们提早觉悟啊，不要浪费时间在赚钱啊，追求自己的房子。现在你要去买一栋房子，像在台北，你看得上的都1000万以上啊，你觉得不错的就2000万了。啊，那里面你要叫年轻人从哪里赚钱啊？啊，搬到彰化嘉义来好了，台东也不错啊。所以那他们会觉得有压抑，鬼刚变个被戏，阿妈不紧要过来贷款，夫妻很容易吵架，很容易吵架。像我比较有福报啊，我娶了一个有钱的太太，我自己也会赚了一点钱，头期款我付，这样对不对？尾款丈母娘付 ，OK， 对不对？我也要赚到头，但是别人没法多啊。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就被羡慕，哇，你这个房子啊，哇，很贵啊，等等。但是我发觉我几个同事都不敢啊，哇，可怜呐、啊，啊，夫妻这么辛苦，买在大直内湖，哇，每天两个要贷款，大家你生活天啊，生活天啊，哇，你就拍命呢，啊，那每天哪有不吵架了？然后儿女也不舒服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的年轻人的心理辅导。有跟他多少讲诶，牛仔裤探无钱，要来买炸鸡较好谈啦。啊，因为伫路边看到迄炸鸡拢咧排队啊呢。啊，你若纪念好食，就艰苦诶。那所以我们要设计，不是说否定炸鸡，念一下素食咸酥鸡，无法度，其实嘛就好食。啊，会做的人真的做得好吃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慢慢引导他们的口味，翻过来。那我们要做的工作有哪一些呢？目前是设计这些。那我希望大家，你不可能叫台北的人来做这代代志，咱中华的人，中华的人自己做，好不好？我是希望这个慈悲协会到处都成立。哎，你看我们这么多人来受报关斋戒，如果大家都来分担工作的话，而且不见得我们会做，那至少我关心这个事情嘛。啊，关心这个事情，让他们的经验给我们，慢慢我们也学会去关心老人、病人等等等等，所以这样来实践佛陀的教法啊，这样才能够真实叫菩提心呐、啊！啊，不能有法执哦，有一种人了，规天念经、规天拜忏，
叫去做社会关怀以外，这个叫法执，了解吗？所以佛陀说，法非法，名为法。你执着这个才是佛法，啊，那社会关怀不是佛法，你没有空性。阿耨多罗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你要把这个法怎么去用，而不是说这个才是佛法，那个不是佛法，那是世间法。佛法是为了世间法的存在呀，光明是为了黑暗存在的。所以要怎么讲佛法去普度众生苦？那你依不知道是真佛法。所以众生无边各种的痛苦，咱拢来去切出来，咱来去解读因的痛苦，我帮助众生的话，安尼叫我都幸福，安尼有了解不？这意思，所以有太多太多的工作。那我们大家念一下，希望大家花花脑筋啊！啊，我在念佛诵经，停掉十个分钟，念完了，想一下哪一些要去关怀的，我们不能说不管人家了，那这样你就舍弃众生，就不符合菩萨戒，所以。我们要护持的项目，护持是说钱、人、地位都可以啦，啊，因为越有钱，这个工作就可以做越大，啊，但是有钱没有人也不行，啊，没有人没有方法也不行，而且我们这个方法是不离佛法，因为是佛法的方法来帮助世间法，而不是走入世间法的关怀。世间法的关怀我们随喜，可以偶一点技术，啊，就刚才说我们送便当给人家。啊！你提肉给他吃，啊！你希望这老人较健康，你搁提肉给他吃，啊！好像听起来有道理。啊，提肉给他吃，他没饭吃啊，但是你会增加他的病跟癌症的痛苦啊。如果你真的要给他饭菜，你要给他素食啊，啊，你可以减低他的病苦，他就可以快乐一点。但是你那么是胡搞多，你就听不懂这个道理啊，啊！所以我们念一下来，护持项目。慈悲基金后面护持所有项目会务运作，慈悲会刊，慈悲分会设立，慈悲影视创作，弱势团体关怀皆有便当食物，弱势团体关怀衣物关怀行动餐车粮食补助，医疗救助病苦救助，医药布施义诊服务，生前医疗补助，偏乡医疗资助，妇幼关怀，孤儿院护持，儿童关怀，学生补助，亲子教养课程，堕胎关怀，老人关怀，独居老人关怀，生前关怀安养，爱心长照，安宁照顾关怀，临终助念关怀，身心障碍关怀，残障者关怀，忧郁症关怀，防治自杀关怀，灾急难贫困救助，急难救助，贫困救助，灾难救助，国际灾难救助，身心灵净化关怀，慈悲学院推广，志工培训，子女沟通，慈悲青年推动，慈悲教化推广，社会净化工作，监狱关怀，慈悲网络推动，夫妻讲座，孝顺讲座，校园讲座，职场讲座。好，那底下就是说将来各位护持的收据就是类似如此啦，甚至你要护持哪一项你可以打勾啦，但是最主要我们是要推广工作，而且这些工作是要跟生命电视台结合，愿每一样工作有一个专门的片子去推广，整个社会一起来关心这个工作，啊，那半工半读，我们也边学习，也边吸收别人的经验，也多带入佛法。那希望台湾真是一个宝岛，但世间没有圆满，但是台湾能够好好的去修学佛法，跟推广佛法，跟做佛教的工作，那真是一个好地方啊！那对我们身心磨练很重要。而且希望不要每天忙着赚自己的自私的钱，我认为你既然我都鬼的后啊啊，然后呢多花一点时间来修行，但是我都要讲的不能把佛法只定在每天吃素啊拜忏啊，年轻人不参加对不对，他又有一点社会成就感，所以我也希望彰化地区要成立一个慈悲办公室
在我们的中心啊，或是另外找，然后呢摆几张桌子，有人开始来做当地的独居老人关怀、忧郁症关怀，一定要有人在这边接电话、这边联络、在这边找资料、找人、找义工推广，就像助念一样啦、啊。啊，我想助念人永远不够啊，医院老人的关怀、安宁病房永远不够。啊，希望大家艺术志工，你除了学佛以外，要实践。你愿意来加入这个工作，然后你也开始有这个能力啊，从旁边学，然后我们就来长期的关怀。那么彰化慈悲青年会可以很多青年因为这样接触佛教，透过这个青年再去学校里面传播佛法啊，透过青年来关心整体社会，包括老人儿童，进一步他还关心到他的家庭了、啊、甚至很多年轻人加入这个团体而找到一个佛教徒的婚姻，这个我们也祝福他啊，终于会生出一个佛的儿子了呢啊，搞不好他就会让他出家，人家佛那个几个佛教团体这样培养很多年轻人的出家啦，因为父母学佛了嘛啊，所以这样培养到下一代啊，所以外艺术希望大家去思维去参与啊，如果你愿意参与，不管出钱出力也好，跟我们各地方中心联络，所以最后一百位念一遍来，虔诚邀请您投入慈悲义工行列，参与各项慈悲工作啊，希望把慈悲成为我们的工作，慈悲成为我们的生命啊，所以那呢让佛教能够社会化入世化啊，但是做社会代志是有所得的，为了钱为了名被认同，但是投入佛教工作是只希望对方好，自己默默无名都没关系啊，因为咱的快乐是刚才看到一条鸟啊飞去，一条鱼啊和闽南台去救掉，我们很快乐。啊，我们去做烟供，一条孤魂野鬼吃掉，可得到我们持八关斋戒的功德来念佛。来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一切孤魂，一切众生，同向功德，世界功德，同生净土。嗡阿弥啊，就那安尼哈济人咧念哦，同就嘛几十个去极乐世界啊，所以讲我就爱带人念，家己来念念啊，足艰苦，带人念就好念嘛啊。但是大家就是这样互相帮忙，几个人咧走做为故，为什么要协会基金会？较济人咧走，互相鼓励，互相学习吧。所以我们希望北中南拢有，你大家拢有家己的专业。啊，那利用自己的专业跟兴趣，那项目可以很多种很多种做不完的项目。当然啦、啊，一个人要得到福报，伊还有累积功德，啊，无伊就是无福报啊，所以伊也去做歹代志，伊也艰苦。啊，咱都要学地藏经安尼，要安怎好？咱的老母先有福报，可以做三宝的形象，可以帮助善下人，然后。伊就福报脱离痛苦啊，得到三宝加持，所以这点方面啊，希望各位常常修福报。但是要怎福报圆满呢？要用一个圆满的心去修福报。念一遍来，慈悲心、幸福的菩提心、了解空性的智慧，那这是佛教同要紧的。念佛的菩提心、念法的空性、念经的大悲心，用这三种的心叫做三善根。去布施水，去布施花，去念阿弥陀佛，啊，去做善事。当然，就像各位听慈悲基金会要做的代志，这不是我们的工作，这是所有佛教徒、所有爱社会的人都应该去做的啊。这是我们希望更推广。好。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，让大众能够感受到。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，
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-5232，1996-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开拓花书红花香顶。1月14号至1月17号，新加坡弘法之旅。1月15号星期三上午8点半，新加坡九华山报恩寺八关斋戒。1月16号星期四，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。上午10点，新加坡九华山报恩寺弥陀祈福消灾超荐法会。1月17号星期五，兼斋菩萨圣诞，念卢舍那佛、大势至菩萨，持斋除罪1000劫。上午9点半至下午3点半，新加坡佛教生命协会护生暨慈悲讲座。1月18号星期六，念地藏菩萨、卢舍那佛，持斋除罪1000劫。下午1点，印尼巴淡岛护生。1月19号星期日，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万倍。上午9点，印尼巴淡岛慈海禅寺年尾大蒙山超度法会。1月21号星期二，下午3点至6点半，新加坡关怀活动。1月25号礼拜六，弥勒菩萨圣诞，念定功如来，持斋除罪40劫，顶持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甲恶行成100倍，愿受天尊万岁。上午10点，板桥闭关寺佛像开光，新春开始。下午6点，新北市家禽运销合作社点万灯共万水，好生教慈悲施舍。联络电话：02-2951-0565。1月26号礼拜日，下午2点，台北生命道场迎新春念众生感恩讲座。联络电话：02-2550-9900。1月27号礼拜一，上午10点，新店大明讲堂新春开始十供养甲好心发挥。联络电话：02-2917-8855。1月28号礼拜日，孙天一真人千秋，上午10点，树拿菩提讲堂新春祈福发挥，点万灯共万水。加心灵讲座，联络电话：02-2688-5088。1月29号礼拜三，上午10点，市立桃园特殊教育学校新春祈福，点万灯共万水，加消灾发挥。联络电话：桃园中心03-347-7666，桃园道场03-331-0553，中立中心03-422-8806。敬请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觉照您的佛性般若，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。